彰化县长王惠美关心县级子弟兵，14日下午前往台中成功岭营区探视一般替代役及研发替代役一男共98人，受到营区长官及受训一男热烈欢迎。很辛苦啊，进来第几天了？度日如年，你看第几天你都记得一清二楚啊。刚进来生不如死，叫你睡觉睡不着，叫你起床起不来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当一个礼拜过后，五天七天过后，你就发现时间还没到，眼睛就张开了。那晚上你大概累得差不多，很早就睡了。你有没有发现早睡早起这一段时间，发现你原来生活可以这么正常？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保持哦，善用你早起的时间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你的一天提早去把它规划起来。啊，静静的你可以去做很多的思考，然后把今天的整天的流程想好，你就不会匆匆忙忙，那你今天的一天都会很顺，心情就会很好。那我想这边还要真的要谢谢我们长官对于我们彰化这个子弟的疼爱。县长妈妈殷殷叮嘱一男把握服役期间锻炼身体，立定志向，更要保重身体，快乐当兵，平安退伍。公益频道林义俊台中采访报道。